来了。谁来了啊？干啥呀？当兵学呗。关键的最有轻松，好高。
这最好了。你们吵，你们吵，我们吵。我你们不也干了？好讨厌你啊！我本人没那么吵的。你最近在干嘛？你都好不能去吗？搞错了。我记得他，我们好像是很帅的做男人。
怪的。是情人节，今年的伊斯兰诞是二月十六日，不是人日，是大家的生日，所以希望到时候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好消息。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, they make rice planting looks very easy and fun. 刚刚我们看了两段这个舞蹈表演、啊，是非常的精彩。我刚刚讲的那个是秧歌嘛，这、个据说就是以前那个农夫在插秧的时候呢，他们会哼唱歌曲，就源自于那样的一个源头。是，而且他们用肢体来表达这个插秧的这样子的一个愉快动作，还有一个活力啊，来迎接这个春。
钢琴呢、啊。